你好，我是犀牛。2020年是神奇的一年，必将永载史册。多伦多谷歌现代城的覆灭也将是其中的一笔仲裁，必将被后人反复的揣摩。5月7号，多伦多上演了现实版的玄幻魔幻大片儿，一个存在了2年多的事实，居然只是一个梦。人行道实验室的首席执行官丹·多克罗托夫一早宣布，由于疫情带来的经济不确定性，终止多伦多湖滨智慧城的开发。原文是这么说的：“在不牺牲我们与多伦多共同开发的计划的核心部分的情况下，要使这个12英亩的项目在经济上可行，已经变得非常困难。我们要建立一个真正包容的、可持续的社区。”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谷歌真的是因为疫情而取消了筹备了2年多的智慧城项目吗？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场梦。2017年10月，多伦多的姐妹公司人行道实验室和三方政府机构多伦多湖滨区决定共同开发多伦多东部湖侧 Quayside 社区，要通过技术和城市设计的创新，建造一个可持续发展和可负担的社区。下面是人行道实验室的原计划：第一，2040年前创造44000个全职永久就业岗位，一共有93000个就业机会。从2040年开始，GDP 产出142亿，年税收43亿。二，温室气体排放大幅减少85%。成为北美最大的气候正效益区。三，建设一个对行人和自行车都极为友好的社区，铺设加热的自行车道和智能交通信号灯，采用无人驾驶汽车和地下无人自动送货系统，为每家每户每年节省4000块的交通费用。四，为行人准备一个利用率高达93%的自由空间。五，这将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纯木模块化建造的社区，其中40%的住房售价低于市场价，50%的房屋为长期的廉租屋。那么在梦开始后的2年半发生了什么呢？第一，多伦多东部湖滨地区从废地一举变成谁看谁爱的香饽饽，不说本身的价值，即使是周边的 Regent Park、 东约克、史家堡的南部地区，房价和地价也几乎都翻了一番，成为了多伦多最耀眼的明星。第二，多伦多成为世界级的明星创新城市，频繁登上各国的头条新闻。那么谷歌现代城又是怎么死的呢？我认为谷歌智慧城市的乌托邦美梦覆灭于几下几点。第一，激进思想相对于保守思想的失败。第二，项目直接参与的双方对智慧城未来的不同预期。第三，项目牵扯各方的利益纠缠和博弈。第四，对以未来想象为导向的风险投资模式和相对于脚踏实地追求成功率的稳健模式的失败。上面这几点展开来说，需要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以后再做相关的节目。谷歌希望能在比较大的版图上以190英亩实现自己的计划，而政府只批了12英亩，其中有16倍的差距。大家可能对12英亩有多大没有一个具体的概念，我下面给大家做一个类比。就在谷歌现代城的边上有 Tridale 的 Bayside 项目，这个项目有多大呢？13英亩。在北约克 Elac 的Emerald City 项目有35英亩，在 Downtown Concord 的 City Place 项目有45英亩，12英亩，你说让谷歌怎么玩？另外，谷歌希望可以能实现无人车、人工智能和全自动送货机器人、模块化建筑这些未来的技术，但是众多的社会团体却对个人隐私的保护的兴趣远远大于信息共享可能带来的收益。
还有很多地产界大鳄不愿意在城市的最中心区域出现一大片可负担的社区。有这么多反对意见，谷歌现代城怎么可能变成现实呢？经过2.5年的发酵，多伦多智慧城这块大饼是越来越大，牵扯的利益也是越来越多，同时实现的可能性也就越来越小了。不谈利益分配，2年后美梦破灭以后是什么现状呢？勉强可以算是三方的共赢，多伦多政府、房产的投资者拿到了实际的好处和名声，人行道实验室则实践了在现实中的发展模式。不纠结于结果，咱们来解释一下这场梦是怎么造的。事实到底是什么？是客观存在的事物，还是所有人假象的共同体呢？尤其是在公众和操盘机构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事实好像也具有了某种不确定性。难道一个量子世界就这么开始了吗？在这一系列的操作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多伦多房地产未来该如何投资呢？第一，我们要对太美好的事物始终保持警惕。第二，多伦多东部的未来仍然看好，但是短期的超溢价会被抑制。第三，多伦多本质上还是一个保守的城市，投资要以稳健为主，要瞄准人群的走向，离理想、梦想和不切实际的概念远一些。最后谈谈我个人对这个事儿的感受：失望，对美好事物破灭的失落感。这一次是真实的感受到了梦想相对于现实的脆弱，不过也很幸福，毕竟我们曾经真实的拥有了谷歌现代城2.5年的时间。虽然美梦终会醒，但是美好的感觉会伴随余生。我是犀牛，我在多伦多用果酱生活的。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点赞、转发、评论，咱们下期见。